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顾总在车上等我，我先走了。看不起我是吧？嗯。何总，哎，会议记录都记好了没有？记了，顾总，还有一些我没听明白，你能再给我解释一下吗？我想整理一下。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得罪了何晟？ 就是上次你们去喝酒，曼玲姐喝多了去洗手间，然后说重点。重点就是何总想侵犯曼玲姐，但是被我制止了，没有得逞。他不会因为这个想报复我们，把我们踢出局吧？你想多了。顾总，你刚才在会议上说了那么多话，渴了吧？我去帮你买瓶水。随便。 等我一下啊！快一点呢，顾总都说没有时间了，你就别耽误了，快！还在呢？何总，慌什么呀？没有，麻烦你把手机还给我，谢谢。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之前就是他们公司的人是吧？故意坏我好事，串通好事，把我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刚入职，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了。我告诉你句好实话实说吧，你们的提案能不能过，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。何总，我们公司的方案真的很好。方案好又怎么样？我可以让它完全变得不好。您怎么能这样啊？不是我怎么这样，是你们怎么这样。 这个项目这么大利润，大家都是坐在桌子上分蛋糕吃的，凭什么你们吃饱了，我饿着呢？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如果是我个人得罪你了，我跟您道歉，千万别影响公司项目。啊，何总，您喝口水消消气。您要吃什么，我请您。前两天晚上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既然你说你负责，也可以。 我管你是代驾还是雇船的小助理，只要你让我高兴，我就帮你们一把。何总，怎么样您才能高兴呢？这么纯情吗？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顾总在车上等我，我先走了。看不起我是吧？你，何总，顾总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 你看见了吧？你的女助理拿水泼我，你应该问她想干什么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何总他要。我要什么？你不会说我要强奸你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说我看上了你这个女助理？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佳宁，打电话报警。这儿有监控，无论是谁的问题，一查监控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手机被他抢走了。 设计的事儿，找我了解行吗？不用找我的女员工。好，明白。道歉。对不起，顾总。不是跟我道歉，跟我的女助理道歉。对不起，江助理。算了吧，顾总，没有什么大事，算了吧。什么态度？顾总，顾总，别把事情闹大，算了吧。 行，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咱们就公安局见了，啊。